大家好，我们是异常少女303，无论身上色彩，每个男孩女孩都是了不起的存在，都是了不起的存在。不要彷徨，勇敢的去闯，青春的旋律催人奋进，带上热爱，放声高歌，用行动打碎焦虑与迷茫，保护好你们内心的热忱，向光而行。青春是人生的前奏，而奋斗是青春的主旋律。不要彷徨，勇敢去闯。青春没有限定赛道，闪光青年们去寻找自己的主场，把握机会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即使有时候会 emo， 也要用你们自己的方式改变生活，改变世界。保护好你们内心的热忱，向光而行。人们对当代的年轻人有很多不同的认知，但是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年轻一代的青春的力量，他们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担当。我衷心的祝福中国的青年勇敢坚韧，敢想敢干，把迷茫化为全力以赴的能量，把伤痛化为披荆斩棘的勇气。祝大家青年节快乐，青年节快乐，未来都发光发亮，发光发亮，发光发亮，未来都发光发亮。闪光青年，闪光青年，闪光青年们，保持你们的初心与热忱，在青春的道路上努力发光吧。即便无法做太阳，你也可以做平凡但闪光的一颗星，向光而行，让青春在时代闪光吧。年轻的朋友们，登上你所热爱的舞台，闪闪发光吧，加油吧，闪光青年们，勇敢向着闪耀未来出发，闪光的少年们，我们一起满怀勇气，让青春在时代闪光吧，闪光青年。我想对所有的中国青年人说，希望你们始终带着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希望。中国青年 YYDS， 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在这个变动大时代里熠熠闪光，加油闪光青年们。